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玩公顶嘴哦，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我们今天这一讲呢，要继续来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哦。我们主要来谈论需求函数。我们呢，今天要继续呢讨论其他因素对需求线的影响。我们要来讨论呢，在这个市场上呢，一般消费者的所得变动会怎么样影响需求线？我们前几讲有谈到什么叫做需求线。需求线呢，是在讨论呢，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这个价格，商品的价格跟这个消费者对这个商品的需求量的这个关系哦，这个叫做需求线。那这个里面谈到的这个需求量呢，是指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，是指说在算消费者呢，在一年、一个月或一天，平均每天、平均每月或平均每年愿意且能够购买的这个数量，这个东西呢，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当我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，讨论价格跟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呢，就是需求线。那当然我们也说过，影响需求量的因素不会只有价格，还有很多其他因素。那当其他因素变动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来讨论这个其他因素变动对这个需求线的这个影响？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有说过，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哦，你画出需求线出来啊，当其他条件变动情况下呢，你怎么来表示这个东西呢？你就拉动需求线。哦，拉动需求线哦，比如像拉动需求线往外拉或往内拉哦，画出一条新的这个需求线。那新的需求线跟旧的需求线呢，表示哦，新的需求线跟旧的需求线呢，它们的其他条件呢有所变动。可是，在每一条线上面呢，都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，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其他因素呢，叫做消费者的所得。当消费者的所得在市场上呢，一般来说，消费者的这个名目所得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讨论其他因素呢，是消费者的所得。哦，当消费者的所得呢做变动的时候，在市场上呢，一般消费者的所得呢有所变动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对需求线呢也会影响。那可能的影响呢，可能向外拉动，也可能向内拉动，哦，这个情况会不一样。那根据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况呢，我们可以去定义出哦这个产品的这个特性哦，产品的这个特性。我们说消费者在市场上呢，平均来说，这个消费者的所得如果变动了，也就是说平均来说，消费者呢觉得他们变有钱了，或者他们变穷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讲他们变有钱跟变穷，是因为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哦，消费者的名目所得的影响。所以名目所得变动了吗？那他们的实质所得当然也会变动了。如果价格不变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实质所得也会变动啊。那因为是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变动，所以是外生，就是说其他的因素，不是这个需求线里面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变动，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名目所得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的变动哦，其他因素的变动。那其他因素的变动，当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变动的时候呢，这个实质所得也会变动啊。那当消费者觉得自己有钱呢，或觉得自己变穷呢，对这个商品呢的需求量呢，会不会变动？可能也会变动哦，可能也会变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说这个消费者呢，在市场上一般的这个消费者的所得变动呢，会对需求线的影响呢，可能往外拉，也可能往内拉，因为这个样子呢，可以去把商品的特性呢，哦，可以去了解这个商品的特性，可以根据这个特性呢，把商品分为正常财或是劣等财哦，正常财或是劣等财。那什么叫做正常财？我们讲的是说，当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哦，当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增加的时候，导致他们的实质所得增加，实质所得增加，消费者就觉得自己变有钱啦。如果普遍消费者都变有钱的时候呢，对普遍消费者对这个财货、对这个商品的需求量也增加，那我们就说这个商品呢叫做正常财哦。你变有钱了，你会想要买更多一点，那这个就叫做正常财嘛，一般性的商品，一般性的商品哦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叫做消费者平均来说哦，消费者普遍来说哦，平均来说，普遍来说，这个大家所得都增加了哦，所得增加，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呢不增反减，也就是说这个需求线呢是内移的。消费者呢平均来说，大家的所得增加了，就这个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链呢反而内移，也就是说大家都变有钱了，可是大家都不想要买这个产品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说这个产品叫做劣等财哦。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
哦，如果你是正常财，就是你有钱的哦，你有钱的，大家都变有钱了，就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都增加了，我们就说这个正常财。如果大家都变有钱了，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呢，反而就降低了哦，这个叫做劣等财。哦，关于正常财、劣等财的这个举例呢，我们在所得弹性，我们后面有一讲会讲所得弹性的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讲更多哦，那时候也会跟大家举例啊，也会跟大家说呢，怎么样更细致的来区分这些东西哦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大概跟大家讲说，消费者的名目所得变动的时候呢，其实会对需求线有所影响，可能向外拉，那这个是正常财，所得增加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个东西产品的需求量也增加，向外拉，这个叫正常财哦，很理解嘛，非常直观啊。如果你大家都变有钱了，对这个东西需求量就增加，那个就是正常的商品啊。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商品是说，哎，大家都变有钱了，就我反而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就降低了，这个就叫做劣等财。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是中山气管的施建源，我们下次见。